因为你最有经验。你要不要带你的家人一起哦？你要带头哦，好吗？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走过啊，好吗？你走过啊，可以吗？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。哇！不能碰到那个，对，不要碰到线。你脚下面呢？哇！哇塞！啊，是谁碰到？是我吗？你吧。谁吗？谁？姨妈。What? 没有，不是不是，是好，没事没事，好没事，可以过，可以过。这穿白衣啊，小，什么叫小 no 小 no， 刚刚头碰到了，没事。就是、哦、这个线错哎，这好，哦，这还太怕，哇、哦，是我包包、啊，你的包包，你的包包，我帮你们看。下面还在看上面。对啊。啊，是我吗？我反正没闻到。哇，这个真的不简单哎，这个感觉很像很需要一直爬。隔壁的比较容易一点。越来越难。但是隔壁的比较简单。啊啊！啊你碰到你的背。背背。姨妈的背。姨妈背又碰到了。姥姥非常认真。哦，小诺好厉害哦！小诺还帮我背包包包，你要看上吗？好背什么？你们两个好好笑哦！要注意上面还是注意下面？姐姐，脚旁边，膝盖，膝盖。你们过去要按，等一下，人都过去要按那个钮啊。好。然后我从另外一边过去帮你们摄影啊。姐姐，对。姥姥很柔软，姥姥很好。姥姥很柔软，你不敢吗？你很棒哎！小诺很棒，而且啊，脚左脚左后脚没事。我啊。啊。但是你有没有出来？是我啊。好，我去隔壁。